六角星钻失窃是你栽赃给夏之星的。你怎么会这么残忍？那你现在打算要怎么办？你打算要娶夏之星吗？我还有其他选择吗？400万够不够？只要答应维持扮演我的妻，到艺轩设计部上班，这支票就是你的。现在就算你给我1000万，我也不想再看到你那张令人讨厌的脸。你阿星当你老婆这个事其实很好办，只要这支票。竟然趁我不注意收买我舅舅，害我舅舅现在拿了钱退了房子跑了。既然你舅舅已经代收了你的钱，你就必须履行你该履行的义务，搬过来当我老婆3个月。恭喜你成为艺轩的总经理夫人。你的订婚戒指真的很漂亮哎，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刚刚你们都没有看到，我把戒指弄丢的时候他的样子也好像。你这种拼命就为了这个戒指，你简直就是笨蛋杯的冠军。真的爱上他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会对一个女孩子这么认真的。如果明天一早夏之星可以找到 Casimir Sapphire， 大家就支持总经理的决定。希望你不要用自己跟天琪的关系让天琪帮你护航。明天我会把宝石找出来，一定会让你们认同天琪的决定。请你把 Casimir Sapphire 借给我。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要 Casimir Sapphire， 今天晚上到那间温泉会馆来找我，看你愿意用什么东西来交换。有一种原料叫做Casimir Sapphire， 1887年就已经停产了。现在怎么办？你从来没有想过来问我吗？被人刁难也不会来找我，开口要我帮忙有这么难吗？这是我跟设计部的事，不要你帮忙。你有认识什么权贵名流吗？除了我，谁还有这个能力能够拿到这颗蓝宝石？对呀，韩志英的身份一定会认识很多权贵名流，说不定其中也有Casimir蓝宝石的收藏家，我去找他问问看。夏之星。着自己，呼吸加速不安的情绪，深呼吸，深呼吸，心跳的频率，是不是靠近？想把你吸引。员工非相关工作人员还是不能进来。拜托，帮我找了他。不行，韩志英，不要这样大声叫。韩志英，韩志英，不要这样叫，不要这样叫。干什么？你不要忘了，现在是有夫之妇，不要再来纠缠韩志英。而且他今天很忙，不会有空理你的，请你离开。完蛋，完蛋了！你真的爱上他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会对一个女孩子这么认真的，一个任人摆布笨女人完全不合我胃口。对不起。
你们新来总经理的未婚妻又准备空降到设计部，一早还被你们骗到电梯里面去，弄得全身脏兮兮的。是啊，我故意把她的订婚戒指丢到电梯间里。你都没有看到她那个样子多狼狈。哎呦，你们好坏哦。可是还是某总监厉害，出一道难题要他去找一个找不到的宝石，而且欧总监有约定他不可以回去找总经理帮忙。没想到这个笨蛋真的答应了，明天一早如果他没有找到那个宝石，他就得滚蛋了。推荐他进设计部的总经理可就糗大了。谁呀？韩志颖。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谁敢在我背后整我的影子，我就加倍报复。你要是敢再欺负夏之心，下次泼到你身上的就是硫酸。你来找我，一定是有事吧？你不生我的气了吧？我刚听人家讲，你跟人家打了什么赌？那你知道克什米尔蓝宝石吗？有听过啊，怎么样？听说这种蓝宝石已经停产了。韩志毅，你认识的人很多。有没有办法帮我打听到谁可能有？我必须在明天弄到一个，不然就完蛋了。已经停产的蓝宝石，你要我去哪里找？你感情受伤的时候，想都没有想过我，跟人家打赌出了状况，就来找我帮忙，真的当我是 7-Eleven 了？好了，你有开口关心我，也算是谢谢你。我会再想办法，我先走了。找他有什么用吗？他只不过就是个三流演员，会懂什么宝石？浪费时间。再怎么样，也比你这个眼睁睁看着自己未婚妻被人家欺负的人强吧。阿青，一句话，我帮你。不用他的帮忙，你马上回设计部上班。你知道你这个样子已经成为公司的笑柄，我立刻去跟亚洛取消这个可笑的赌约。不要！为什么你不肯让我证明我可以做得到？还是说你和其他的设计部的人一样，根本就是不肯相信我？之前在庄园偷戒指的事情也是，你老是用你以为帮我的立场替我决定所有的事情，你只是不肯信任我，不肯信任一个诈欺犯。这跟信任没有关系，好不好？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要让其他人等着看你的笑话？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啊？以前的仲天启懂。以前的仲天启不会要我逃避问题，他会要我努力面对。以前的仲天启就算赔上性命也会帮我找到那颗蓝宝石。以前的仲天启不会在乎别人看我的眼光，所以十五年后的仲天启不相信夏之心了。韩志颖，我们走。耀眼却会追光，你的爱的泪飞翔。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弄得那么难堪？他为了帮你捡手上那只可笑的戒指，被设计到电梯底层差点被压死。你知道那个赌约的单叔是不能找你帮忙，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你只会嫌弃他变成笑柄。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么努力的证明自己，只是为了维护你在员工面前无聊的尊严？那个人可不可靠啊？你确定吗？那我怎么找他 ？OK， 我知道了。你现在很难过吧？是啊，好像觉得又回到被冤枉偷戒指那时候的难堪。你应该不需要我再强调一次，我相信你了。从头到尾，真的只有你愿意相信我。真心喜欢一个人，不就得这样吗？你爱上我了哈？我们到底找不找得到宝石？旧局介绍一个做黑市买卖的给我，他那边有。做黑市买卖的会不会有问题啊？你放心吧，做买卖的不就为了赚钱？如果借不到，我大不了花钱跟他住一天嘛。谢谢你，我真的欠你越来越多了。你刚刚甩开仲天琪跟我来，就证明我比他重要。这就够了，走吧。以前的仲天琪不会要我逃避问题，他会要我努力面对。以前的仲天琪就算赔上性命也会帮我找到那颗蓝宝石。以前的仲天琪根本不会在乎别人看我的眼光，所以是五年后的仲天琪不相信夏之星了。总经理，您找我是吗？去公司保险柜把蘑菇割血红宝石项链拿过来吧。那是你母亲十分珍贵的收藏，总经理是要快去拿。是。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要 Casimir Saphir， 今天晚上到这间温泉会馆来找我，看你愿意用什么东西来交换这一颗已经找不到的宝石。喂，雅若，我今天晚上会准时到的。黑市买卖的就在这里。根据旧里提供的情报，应该这里没错。他说那个黑市老大最爱纠正玩家的这对决，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游戏。过程中是谁先闪开，谁就输了。怎么样，刺不刺激啊？真无聊，那么早就转弯了，早知道就去逛街。不够刺激是吧？嗯。出来，你给我出来，快点，给我出来！自己人不会客气点？你们嗑药？这么早转弯？这么早转弯，你是怕刮伤指甲是吧？啊，弄伤我赔你嘛，你怕什么啊？我亲自送你去医院嘛。阿哥，叫你开车就是要逗嫂子开心，嫂子不开心，我就不开心。你是要让我不开心啊？
娘，你不要钱啊！打人你也凶嘛，开车你就装死啊！滚！你好啊，八哥。是韩志英哎，哇，你本人比电视上还要帅，拍个照，拍个照。哎，好啊。哎呀，挡到光，走开了。一二三，耶！谢谢你啊。你就是演电视那个小白脸，对不对？人模人样的啊！听说你有一个 cashmere 的蓝宝石，怎么样？可不可以借我一天？你敢跟我借这颗价值连城的宝石，胆子挺大的。我为我的女人冒一点险，这也不算什么嘛。你的女人？哎，夏之星嘛，啊？你不是跟仲天齐躺在一块儿吗？什么时候勾搭上这个男的？八哥，好久不见。老朋友聊两句会死啊？老师有说过，做人不能被骗第二次。当初就是你骗了我，我才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珠宝的知识。想不到，我现在竟然成了黑市珠宝大亨了吧？啊！世界很小啊！八哥是出了名的大魔头，我们还是回去不要招惹他吧。啊！你到底借不借蓝宝石啊？哦。口气很大嘛，你知不知道我只碰过一个人有这种胆子敢在我面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那个人就是夏之星的男朋友仲天齐。看来你总是很习惯当别人的老二嘛。啊，我跟你玩一场撞车游戏如何？韩志颖，千万不行，你不要跟他玩。Bingo！ 我很贵的，我跟你玩什么？赌赌看嘛。如果你输了，你那颗蓝宝石就借我一天。如果我输了，我的宝石借你一天。那如果我赢了，这条给我。这是你爸爸给你的纪念品，千万不能拿出来，韩志英。八哥，你可不可以请你的手下把他带离现场？这样我会紧张。嗯。韩志英，不可以啊！那只不过是颗蓝宝石，不要这样。如果我输了，我这条独一无二的绝版手工项链就是你的了。备车。这比赛的规则很简单，就是我们两个人呢正面对撞，谁要是怕了先闪就算输了。这要是一旦上路哦，就没得后悔了。你要是怕的话，现在回家还来得及。我可以跟阿星说几句话吗？最后的告别应该的。我不会输的。你的 lucky kiss， 上一次让我赢了仲天齐，这一次也一定会让我赢。哇，好甜蜜啊。这么甜蜜我怎么专心开车呢？
光是这样对撞还不够刺激。我蒙眼睛跟你玩。没搞错吧？蒙着眼睛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闪？万一算错时间，没踩到刹车，不就撞到了？我就不信你小子敢这么玩！上车。一句话，我帮你。你真的把我惹火，现在敢动我身旁人，我警告你，你要是敢伤害他一根汗毛，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走了，谁来帮你啊？这个忙我帮定了。是我害阿星曝光，来到你的世界受委屈，所以只要他需要我，我会不顾一切把他带离你的世界。真心喜欢一个人，不就得这样吗？不就得这样吗？不就得这样吗？就是我把蓝宝石借我的，你他妈跟我装新手！放开我！你说过是我要把蓝宝石借我的，骗我还跟我借宝石！要把蓝宝石借我的，你小子脑筋有问题啊！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韩志毅，看见某年某月，我们是曾经说过的语言。我不要了，拜托你回来，不要跟八哥要了，求求你。成为我们的纪念，谁？
给我。小子带走，我喜欢你。撤。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就让他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你小子比钟天琪屌。你是我见过最带种的第一名，我们走。韩志毅，你没事吧？韩志毅，你疯了？明星可以这样随便带来玩的吗？真是……不要担心，这种游戏我在泰国包玩了几百次，从来没输过。没输过又怎么样？只要输一次你就死定了。无所谓吧，反正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人，没有人会在意啊。我会在意好吗？帮这种戏，瓜，这不是比赛，这是一种骗术。对方看到我蒙眼睛，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刹车，心里怕了，自然会先闪。而且，我有你的吻。是我的 lucky star。谢谢。怎么样？我不让钟天琪老子欺负你。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起来吧。我知道这附近有个温泉会馆，去那把衣服烘干吧。请问一下，餐厅在什么地方？在中庭附近。谢谢。哎，这是他本人哎，他本人好帅哦。泡汤为什么没有带我回起来呢？还有房间吗？我们只弄干衣服，不用特别开一间房间，浪费钱。我是这个会馆的 member， 而且如果我们不先换一套干衣服，我们都会感冒。好了吗？哦，好了，261房，中庭附近。谢谢。哎，这是那只飞上枝头上的麻雀吗？上流社会真是下流啊！早上才放不定婚消息，晚上就玩开来雅若，
说过只要我来，就会把 Kashmir Sapphire 给我，对吧？果然是个生意人，快速直接。拿去，这是你为夏之星要的。我不会平白给你拿这颗宝石。这颗蘑菇哥血红宝石，比你这个宝石价值高出三倍。我就拿这个当做跟你交换价值，你不会吃亏。如果是以前，我会毫不考虑的就收下它。但是现在，真的一点都不想要。那你想要什么 ？Miso, Happy Birthday！ 我就用 Cashmere Sapphire 跟你交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这个就是你今天要来的目的。没错，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拿一个你母亲最珍贵的收藏品来跟我交换，就为了让夏之星胜利。你的付出也太大了吧？可是你给的再贵重也没有用。我今天要的，只是希望你可以陪我过一个真心、简简单单的生日。雅若，天启，现在连跟我吃个饭都这么困难吗？拜托你，晚上十二点以前，我不想一个人过生日。蓄意伤害我，告你！啊！知道痛了吧？你这个人还真欠人家骂哎，一点都不懂得珍惜自己。等找到你爸，我要跟他告状，看他怎么修理你。很抱歉，你看不到了，因为本少爷的爸爸已经过世了，所以想亲眼见到我爸爸教训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好像看到路边的流浪狗哎。嘘，不要说，不要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虽然没有家人，但我身边多的是女人爱我。每次都这样，明明就很难过，还要装坚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来当你的家人，一直照顾你好不好？我警告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在你心中一直很渴望亲情，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珍惜爸爸的项链。所以让我来当你的家人，让我来保护你。如果你受伤，我帮你擦药。如果有人说你的坏话，你可以躲到我后面，我会出面帮你跟他对抗。我警告你，不要再说了。在我身边的女人，只有可以爱跟不能爱的。如果你想要给我爱，你就成为我的女人，不要跟我搞社工那一套。因为就是社工这一套，会让你无法招架，变成好人，对不对？是你要靠近我的警戒线了，不要以为我不敢。
知道你不会侵犯家人的，我相信你。这个女人到旅馆上了床还下不了手。你好可爱哦。哎，海静，你给我回来，我好好跟你聊聊家人的意义。雅若，你喝多了，我扶你回去休息好吗？以前天俊总是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每一次生日的时候，天君就算再忙，他也一定会给我一个惊喜。这里是我跟天君最后一次过生日的地方，可是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雅若，你不要这样，这样不像你。我认识欧雅若从不示弱的，你不要哭啊！你错了，真正的欧雅若其实很脆弱的，其实他也想要痛痛快快的大哭，他也想要被人家呵护，被人家安慰，从小就没有人保护他，所以他只好拼了命的一直往前跑，因为他害怕一停下来就会被拉回可怕的过去。他一直想要装坚强，一直假装他从来不曾受伤，他努力的想要过得更好，可是却总是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六角星是你在当给夏之心的。你还记得我曾经去工地找你？就算你要我现在放弃一切，我都愿意。告诉你说，我愿意放弃一切，跟你走。我那天说的都是真的。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发誓，我还是爱你的。第一次可面对自己的真心，可是你却不愿意相信，你宁可相信一个诈欺犯对你说我爱你，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真心的。天琪，不要推开我，留下来陪我。原来你这个情圣是假的，你还蛮纯情的嘛。阿行，我只要可以拥有一样仲天琪没有的东西，我就会非常满足。那就是你。到现在还在装情圣，真讲不听哦！是，我好歹是偶像，你给我点面子啊！我不是仲天琪的东西，你也不要老是拿仲天琪当标的物好不好？天琪跟你可不一样，起码他很专情，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跟女生出现在这种地方搞暧昧。你醉了，回去吧。我就算醉了，也不会搞错自己的真心。我跟你不一样，我不像你，总是口是心非。钟天琪，
那你为什么要跟沙之星订婚？你倒可以跟 Mr. Giovanni 讲说，戒指是我偷的。原来天启早就知道戒指是雅若偷的。为什么没有告诉他戒指的事？我想利用夏之星剩余的最后价值，来帮助我拿到这份合约。我跟他签了3个月的婚姻契约，3个月一到。 有利用价值。原来你们的婚姻是他用来巩固自己权力的交易啊！要我帮你进去贬他吗？我们走吧。原来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我只想利用他，没有其他。可是当我重新的看到他，我忍不住追出去。当我看到他被冤枉偷戒指，我却又忍不住想保护他。我眼欠我自己，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被夏之星影响？不知道。 这是不是代表我还在意他？可是我心里的确是放不下他。我亲眼看见他手下400万，抛弃受伤的你。我亲眼看见你在雨中找二转。 找到昏倒，我亲眼看见这5年来你变得铁石心肠，我又亲眼看见他明明那么伤害你，你却还我不掉他。从天起，我出局了，对不对？ 都可以给你，唯独真心不能骗。周先生，欧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您现在可以过去喽。 生日快乐，雅若。你应该去寻找你的幸福。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快乐的欧雅若。 再一次闯进我的心中了。我明明气你、恨，可是你一哭，我就心痛；你一开心，我就高兴。也许我对仇恨太不能坚持，也不想再坚持了。阿星。 快接电话！
中天企业，你不接吗？早点回家，这是新婚妻子的条件之一。我就偏不要。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今天要彻夜狂欢。你想不想看火鸡跳燕舞？那当然，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来这里发泄，把平时看人讨厌的人，你看，那里有十只中天旗让你挡。你该不会是打不下手吧？什么打不下手？我打给你看。阿星到现在一定还找不到这个蓝宝石，搞不好还在路边哭泣。下午他那么气我，那家伙 EQ 那么低，要是不让他开心，固执起来，一定不肯收这 Cashmere Sapphire。得想个办法跟他道歉。九朵玫瑰代表天长地久，永不变心，最适合用在告白、求婚、道歉等紧要关头、关键时刻必备武器。向之星，少爷，上来了，还没回来呢。哇，好漂亮的玫瑰花，是要送给上奶奶的吗？是啊，他以前最喜欢玫瑰花了。少爷，如果说是要给少奶奶 surprise， 我今天呢要多一瓶香槟，会更浪漫哦。我这就去准备。是我比较想看你打老十字中天旗。我想利用夏之星剩余的最后价值来帮助我拿到这份合约，三个月一到就没有利用价值。仲天齐，你这个杀千刀又虚伪的王八蛋！
喂 ，Jason， 夏日新到现在没有回来，我担心他不知道会不会出事。你帮我查一下台北市各大医院的急诊有没有他的名字，立刻跟我联络。还是开车出去找一下好了。这样会不会太像求婚一点啊？这样稍微自然一点。到这边就好了，我自己走进去。哎，阿星，只是契约婚姻，让他看见有什么关系吗？让他看见当然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想法，好不好？今天还好有你帮了我这个大忙，谢谢你。还有刚才的火鸡跳艳舞。对了，差点忘了给你，祝你明天好运。啊？怎么了？刚刚打球不小心把指甲弄断了，好痛。不会的，我看看。下次打球前，记得先把指甲剪短，知道吗？嗯。握够了没？三更半夜的，在我家门口对我的未婚妻卿卿我我的，你不觉得很过分吗？至少比有的人白天宣布订婚，晚上就在公开场合大摇大摆偷情的人要好吧？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跟我回家。哎，不过三个月的婚约，你有必要演得那么像吗？就算是三个月，夏日新现在也算是我合法未婚妻啊。当你的妻子有什么好？还不是中午要吃泡面。阿星，明天中午我帮你送爱心午餐哦。忍耐一下，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See you。走了，你也不用再继续演了吧。嗯，这是什么？玫瑰花，这么用心啊？该不会是今晚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准备买来跟我道歉的吧？少自大了，花才不是我买的嘞。吴嫂，你干嘛把客厅布置成这样啊？我最讨厌玫瑰花了。还真傻，我刚才还以为是送给我的呢。哼，像你这种三更半夜不回家，还在家里门口跟别的男人调情的失职未婚妻，我有必要为你做这些吗？不用把话讲得这么难听吧。哼，我们的婚约既然是假的，你有什么好在意的？就算我们只是契约上的关系，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关心你总可以吧？你要这么晚回来，至少打个电话跟我说啊。对于一个只剩残余利用价值的人，你的关心还真让人感动啊。怎么样，说不出话来了吧？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戒指是雅若偷的，却不告诉我真相，让我傻傻的被蒙在鼓里，才让你有机会有借口羞辱我？你问我去哪里，那你今天晚上又去哪里了？你真的关心我吗？你也有替我担心过，如果明天找不到宝石该怎么办吗？我当然关心这件事情啊，我知道你没有我的帮忙，你一定找不到宝石的，所以我……你不要再自以为是，看清楚这是什么？这
是韩志毅冒着生命危险去黑市替我拿到的宝石。你呢？就在他为了这个蓝宝石出生入死的时候，我的未婚夫在哪里啊？该不会刚好是跟欧总监一起在某个温泉会馆共度良宵吧？你们也去了温泉会馆？那你们今天晚上做了什么？我们不过是去蒙眼赛车、烘个衣服、打保龄球，没做什么。你要不要也说说看，跟欧雅若接吻、开房间的事情？今天是雅若生日，我只是去帮她庆生。至于亲耳送她回房间是……该不会是什么两个人多喝了点酒，欧雅若不胜酒力之类的烂理由吧？就是这个理由，请你相信我。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把自己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前女友，你还真是别出心裁呀。老实说，你要跟谁开房间，那是你的自由。像我这样的契约新娘，没有权利说什么。我只是受不了你每一次都说一套做一套，嘴巴拼命说没有你不行，实际上你跟设计部那些准备看我好戏的人没什么两样。幸好我还有韩志毅这个朋友，我遇到困难至少他会义无反顾替我站出来，看我不开心还会带我去打保龄球，叫伙计出来跳舞给我看。他为什么要帮你？你答应了他什么？哦，你是不是答应他跟他一起去温泉会馆温存？仲天齐，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喜欢抓着别人的把柄谈条件。我跟韩志英之间是能够彼此关心的朋友，不是靠一张契约来维系关系。喂 ，Jason。总经理，我查了台北市所有医院的急诊，都没有夫人的名字，还要再查台北县的吗？不用了，我要的资料已经找到了，明天的会议我也准时到的。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在处理公事，对你来说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吧？就连我都只是你拓展事业的工具而已。没错，所以请你注意，就算你想很快投入韩志英的怀抱，也请你努力忍耐这三个月吧。是两个月零二十八天，你放心，时间一到我会立刻走人，一秒钟都不会多留。哼，像一颗千里外的星光，我们只能退望，相信爱不会说谎，只是分开收藏我等候的愿望。想要离开我没这么容易。像流星遥远却会坠亡，你的爱的力量如何飞翔？这差劲的男人，遥不可及的远方，遥远的星光。只剩两个月零二十八天，我看行李也不用穿了。会把爱挂在心上，满天的星光，就算给我一千个愿望，我只想换。五年前的仲天齐，你知道五年后的你真的很机车吗？以前的你可以为了我放弃一帅二少爷的身份，现在我们两个却变成没有信任的假夫妻。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产生，这份合约里面写了我们各自应尽的义务，你看一看，如果没有问题就上面签字，一式两份。讨厌，出去啦！百日契约婚姻生活条款，哼，这名字取得还真像卖生前契约的。
甲方仲天齐，乙方夏之星。合约期间内双方应尽义务如下，为避免合作破裂，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定。补充协议：一、合约期间，乙方不得与异性发生亲密举动，包含但不限于出游、过夜、肢体接触，以免遭狗仔跟拍，损及甲方利益。二、家里门禁时间为7点，如因故夜归，乙方有义务打电话向甲方报备。合约期限3个月，违约金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3000万，神经病，我哪来3000万的违约金啊？钟天齐，你给我开门！开门！这根本是不平等条约，为什么要补充协议的地方就要限制我？再说你被狗仔跟拍到，我也很没有面子啊！媒体问我，我也很难回答。而且违约金3000万，我哪有3000万啊？首先呢，我们不是单纯甲方和乙方，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所以你没有任何资格跟我谈条件。第二，你如果是抱这种一定会违约的心态，那签署这份合约还有什么意义存在呢？你好了，签就签，反正呢，只剩下2个月零28天，你满意了吧？真希望明天张开眼睛，就不用看到你这张讨厌的脸，可以不用跟你呼吸一样的空气。钟天齐，你怎么就只能用这种笨方法留住他呢？回不去五年前的感觉，强留在身边，他也不会是你的。少奶奶早，早餐准备好了。怎么只有一份早餐？二少爷呢？哦，刚刚少爷拿着行李先走了，好像公司开完会，回到香港出差1个礼拜。一个礼拜？怎么这么突然呢？我也是这样问少爷，少爷说，少奶奶希望说今天一早起来，睁开眼睛不要看到他。他说现在让你夜望成真。他走了也好，省得我看到他没有心情吃早餐。少奶奶，这是少爷买给你的花，那你就不要了。天齐买的？是啊，昨天少爷兴冲冲买了一束花，而且还刻意把客厅布置了一下。少爷还说，少奶奶最喜欢玫瑰花了，他买来是要跟你 say sorry 的。少奶奶，虽然说我们家少爷脾气是急躁了一点，但是我看得出来，少爷对少奶奶是很体贴的。少奶奶，你就别再跟少爷生气了。少爷忘了拿东西，我去开门。哎，等一下，我来开门。天齐，哎呦，夏之星，你真是个大傻瓜，回天齐了。我真的很想念一个心地善良、任性妄为的钟天齐。我希望你能够帮我找回5年前的他。我想跟你一起回到5年前，把事情也说清楚。原谅我们这次的重逢，对你这么恶劣的态度的话，就把你的手交给我。欧雅若，欧怀明这个人你应该知道吧？钟天齐如果知道是你陷害他被绑匪抓走，你想钟天齐会怎么看待你？你拿这个威胁我？只要你愿意帮我入主一些，我绝对不会亏待你。钟天齐，你的未婚妻现在在我手上，准备现金3000万，想救她就给我过来！你不要伤害她，钱我已经带来了。你为什么要来，笨蛋？你为什么要来？什么时候还亲近我？这是不知死活啊！天齐，听好，他给你娘不能找冒犯，因为见不得他的，他把他放在我身边，每天折磨他的，这个家伙。连对个女人也是这么冷血无情吗？你走，走，钟天齐，你要死你自己去死了。阿星，你快出去了。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相信我们的爱情，没有相信你，所以离开你。但是现在，我的人生不能在后悔中度过。阿欣，早知道这五年来，我就不要找你，你就不会因为我困在这里了。韩之翼，快把他带走，快点！阿欣，宋天齐跟我，你怎么选一个？天齐。是。